欢迎收听今晚嘅动漫无双，我系主持雪玲，系有马二啦，启发先生，赢者，河马仔，系啦，咁啊。前廿秒就大家純粹玩嘢嘅啫，大家因為二百集諗唔到啲咩玩。之前我哋啱啱搞完活動啦，因為就所以都冇乜時間準備二百集嘅內容噶啦，我哋都。係啊，有噶，你可以祝新年快樂噶，祝大家新年快樂，祝手快樂，年衷爆炸，末日愉快啊！唔係嘅，我哋可以講少少啲 event 嗰啲嘢嘅，唔使緊驚啊！今次嘅 C81 係應該會有嘢留低攞嚟遊，下次攞嚟玩，但係絕對唔使驚嘅，絕對唔會大家喺下年嘅年尾見到呢個2012年嘅月曆嘅，所以要訂嘅可以繼續揾我。哦，即係喺度廣告時候嚟咯。唔係啊，好啦，有啲主持怨念比較大，我哋繼續啦，不如都係。係啦，咁啊 ，event 度啊，應該就 post 度都講曬㗎啦，所有嘢大家都冇乜嘢大家要補充㗎啦，應該就有補充留翻言啦。系咯，但系好肯定就系我下次搞嘅惩罚，我会经过悉心嘅挑选。你咪真系要搞厨房先？我谂嗰啲 idea。你想搞啲咩啊？嗱，我唔想大家惩罚中毒啊。唔系嗱，我 post 都讲过嘅呢个问题就我哋会叫咗到会先噶啦。吓、啊？唔系喎。咁个厨房冇意思噶、啊。可以买定火警保险先咯，我觉得。你唔係話每個主持喺度即係煮呀，每人煮一兜兩兜嘢出嚟嘅。但係媽就識煮公仔麵㗎喎。所以叫到會。炒公仔麵囉。係囉。Indomie 喎。有啲人連公仔麵都唔識煮㗎，知唔知呀？會著火㗎。而家嘅我已經全新嘅我啦。Yes, 冇問題，你識公仔麵㗎啫。即係現充爆炸版。唉，今日做現充嗰個冇嚟㗎嘛，唔係咩？係囉。你唔覺得少咗個人？少咗個人咩？200集少咗個人㗎喎。爆炸！少咗男功夫人。嗯，好啦，無聊嘢講完啦，咁我哋今日第200集呢，新年嘅第一集呢，就係舊返回顧啦。舊的不去，新的不來。係啦，咁講到現充呢個問題嘅話，咁不得不講嘅第一套嘅當然就係我的朋友很少啦。朋友很少就自然冇得現充㗎啦。輪人報喎、啊。唔係喎，朋友很少你都可以兩個人都有打網人。咁都係朋友咩？都算嘅，你記唔記得佢點樣打網盾啊？朋友啦，佢哋對打嘅，係喎，依個係我哋當時新番介紹講過嘅嘢嚟，係最有趣嘅地方。啊、我唔記得你哋新番講過啲乜嘢，新番就話啊，因為啊星內俾人夜空射咗啲棉箭，跟住俾人大子彈爆咗啦，跟住又有呢個大劍嘅揮刀動作啦，咁等等大大。其實我哋唔係講緊網盾，我哋講緊我哋有朋友很少啦。係啊，嗱呢套嘢其實整體上你劇情就好難話去。逐段逐段去講，其實你反而我覺得係講嘅12集裏面每個角色有啲咩變化，即係由頭去到尾之後有啲咩變化。但我覺得係即係性格上，我覺得星內係好咗啲嘅。佢邊有好咗啊？好咗啲，星內好咗不少少。我反而覺得夜空其實冇乜變動。我諗你話逐個逐個嚟講啦，大家都有怨念嘅果然。講咗男主角先啦，最小英嗰個先啦，當然啦。基本上你話佢開頭想希望認識翻啲新嘅朋友啦，因為佢樣太不良。其實會嘅咩？其實我真係發覺。唔知啊，知就算係不良都應該會認識到啲不良嘅朋友噶嘛。但係佢漫畫個樣真係好驚嚇噶。雪玲，其實你咪諗起自己啊，有頭髮雖然都係染到，我見到。我染得非常之好啊，有咩問題啫？咁啊啱，佢冇染髮失敗，至少你係咯，我冇染髮失敗。佢天生嘅唔同嘅，所以冇關係嘅。嗯，繼續啦，繼續啦。咁啊，你話小英其實由開頭你話識唔到朋友，然後跟住就俾夜空拉咗去呢個輪人部嘅。其實佢拉埋一間房度接啫，都係都可以咁講嘅。嚴格嚟講，其實真正叫做識到朋友，其實第一集其實已經達成咗啦。其實已經係係啊，因為冇話過要識到眾數噶嘛，識到唔係因為我諗應該話套嘢裏面其實有一個特登避開咗嘅問題冇講嘅，朋友定義係咩先？正確啲講，佢係識到朋友定擴闊社交圈子，呢個兩件事。因為識到一個人都叫識到朋友，但係擴闊社交圈子要識到一個人。唔係因為佢話要識朋友，其實嗱，佢哋嚴格嚟講係唔當各位即係部員之間，大家係唔當大家係朋友嘅。因為佢叫部員活動嘅啫嘛，只係話即係公事咁嘅啫，其實係即係唔會話啊，第二日去放假去玩。但係 in case 嚟講，其實整套嘢裏邊話，無論話佢哋要預習啲乜嘢又好，做啲咩行為都，實際上佢哋係冇 define 過乜嘢叫朋友嘅。但實際上嗰啲活動冚猛都係朋友之間嘅活動嚟，比較抽象就係、是，就算我哋而家直接講啦，咩叫朋友先？錄緊音嘅咪叫朋友？O K 嘅呢個，一齊玩嗰啲都係叫朋友㗎啦。其實某程度上定義其實好空泛，其實只不過話你接唔接受嗰個定義話，可能有啲人覺得話做嘢嗰啲叫同事啫，嗯，學校嗰啲咧叫
同學，嗯，至少識嗰啲可能依啲青梅竹馬，社交圈子以外識到嘅人咧，佢哋可能嗰啲先叫朋友嘅喎，即係就算我哋上網識嘅嗰啲叫網友，咁都有個友字嘅，咁都得。咁需要提出一個問題。咁逢友係咩啊？損友，損友，OK。唔係，咁提出一個問題啦。咁其實一套嘢咁，我啲朋友很少啦。一開始都提到朋友呢個 idea 啦，第一集佢都有一個好詳細討論咁樣交友啊各方面嘅嘢啦。但之後其實，因為我先承認我係冇睇曬嘅。但我好質好懷疑一個 idea 就係佢係咪真係會講朋友呢樣嘢咧？定係純粹一個契機一個嘢，純粹俾佢開口供，即係聚曬一班人出嚟咁樣。佢絕對唔係溝係供，我呢個可以答到你。佢絕對係兩條女喺度爭一條仔。嗯哼，有阿南杏川。呢、這個南國喎、哦，其實呢、這個可以話你哋做輕小說都會知㗎啦，即係班輕小說友就係好正常，第一套 hit 咗輕小說咧 ，turn out 就會變到咁，即係好似我的妹妹啊，這麼可愛又變咗黑貓同呢個童賴啊，依、這個咁啊好本格向又夜空對阿玉啊咁樣，咁其實你佢因為佢要繼續出啊，咁佢又要繼續做落去咧，咁啊好多依啲咁啊兩條女爭仔啊，加埋啲無厘頭活動啊，變咗好公式化嘢，咁其實變咗本本嘢，其實個主題唔同，但係最後嚟到得第五六本渣後嘅嘢咧，都係差唔多嘅。或者咁講，其實即係開頭我頭先話係講緊阿小英嗰樣嘢。其實小英你話一開頭其實佢記得就係佢十年前有一位死黨，都唔係朋友啊，嗰啲叫戰友。哦、我唔知叫乜嘢，即係二事換伴。最少就係 define 就係小英嘅朋友嘅定義咧，就係、是、嗰個就係 standard 嘅基準嚟㗎啦。嗰、那個就係、是嗯，因為佢有講過嘅，佢有話即係想交一百個朋友，咁不如今次就淨交一百個粉嘅朋友㗎嘛。咁即係百人斬少女嘛。即係將個朋友咁樣將佢濃縮為一百分之一咯。你又唔好話，某程度上佢有啲位咧，早期係算有嘅。即係例如點解阿玉咧，星內會接受呢個名咧？佢話：我未俾人叫過花名啊！嚇、啊，咁當然啦，改你花名未必一定係朋友啦。咁但係某程度上對佢嚟講係一個社交圈上嘅新鮮事啫，佢未體驗過嘢咯。咁、其實朋友有啲嘢係可以話你關係上 close 啲。所以你話 define 翻，我會覺得就話小英嗰個問題，其實佢一直即係佢有嗰個定義，但係其實咧喺整套劇裏邊咧，基本上佢話想識朋友，但係其實喺整個我以動畫班嚟講啊，係冇主動做過任何一樣嘢嘅。冇㗎，都係放學後跟住去嗰步，跟住搞咗一大輪嘢走。即係你話如果正路嚟講嘅，佢真係好想識朋友嘅話，佢應該係去主動做好多唔同嘅嘢。佢試過㗎，但係佢失敗啊！打摩坑嗰次咯，佢一行埋去啲人就驚咗佢。咁啊係咯，但我就好好奇就係後期仲有冇去到執住呢個識朋友嘅 idea 繼續去伸延落去？有最尾嗰集咯，最尾嗰集。最尾嗰集，我哋下次又可以繼續識朋友啦，下年咁樣。哦，就係咁啦。絕對係啦，咁啊，跟住其實你話本身你話我睇整套十二集裏面啦，其實阿小英其實佢話想識朋友，但係佢其實佢好多時就係、是、佢始終都係 define 上話我個樣嘅問題，我就一定識唔到嘅。其實就唔係喎，好多嘢都係你冇聽過咩樣嘅問題，依個係好多嘢嘅解釋嚟。但我覺得佢就稍為咧，即係欠缺咗一啲深度少少描寫，因為其實如果你話睇翻咁多個嚟講，好似個個都有啲問題，跟住聚集埋一齊一個社區中心，類似即係咁嘅嘢啦。咁、大家撈嚟撈去。我想 back 翻頭先嗰句先，樣嘅問題，大家仲諗一樣嘢，就係無傷中槍率最高嘅無懈。關咩事咩？就點解拉咗佢呢度咧？唔係你話其實啊，頭先阿河馬都講咗一個問題啱，即係佢哋個班人聚集埋咗一齊，但係咧。其實在十二集裏面他們是沒有一個解決到的問題的，沒有一個嘗試去解決了這個怎樣去找這個朋友的問題。他們突發了是什麼呢？糟糕的變得更加糟糕，殘念的變得更加殘念，喜歡的變得更加喜歡。其實都正常的，不過即很現實的一句就是說，如果他們真的變成有朋友，那要故事還要寫下去的。沒錯了，所以呢個固然係呢套嘢嘅一個限制嚟嘅，陷阱位嚟嘅其實係。唔係喎，其實無雙似咪輪人步嘅，中意更加中意，咩糟糕嘅更加糟糕。啊，呢個係你啫，唔該啊。中意係邊個先？你咯，你係糟糕咯。又係我。係。點解鳳凰院啦、啊？係 ，anyway， 啊嚇。唔係，但係所以其實我一直都覺得就係憑我自己就睇呢套作品嗰時，我唔會真係好執住落去你講交友嘅 idea 咯、因為一直俾我感覺就係交友呢樣嘢，佢係有。花個心思講過少少嘅，但之後佢都只係純粹一個契機，一個鋪陳，係一個純粹俾一個佢將一班人聚埋一齊嚟做一個或者一對女角。換個角度嚟講咧，應該話依班欠缺社會常識、社交性知識比較強、貧乏嘅人咯，所以見到佢哋用電話啊，一啲好點講，好似好日常嘅咧，就可以攞。我覺得嗰啲係搞爛
你应该话其实佢系拎咗好多话，我哋正常日常社交里边，好似话倾下电话又好啊，大家出去玩下，唱 K 啊，系嗰啲嘢，即系一啲朋友之间嘅活动，佢拎咗出嚟，正常嘅日常，就系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级嘅，系啦，嗰类型嘅嘢话，哇呢样嘢好特别啊，好有趣，即系佢哋基本上好似系由另一个世界嚟到呢个世界里边，系完全乜都乡下出城。系好突兀啊！嗰、那个位，尤其是讲电话，即系你唔似一个现代人，系会冇做过嘅嘢咯。即系佢哋感觉就，佢哋唔似系冇朋友咁简单，系冇知识嘅关系。好简单嘅嘢，就算星来嘅，喂，你老豆唔会唔俾部电话你同你联络啩？系啊，佢阿爸都唔系话啲即系极度唔开通嘅人嚟噶。有一集讲过，虽然佢阿爸系疑似某火炬嘅人物，但系深刻关事噶嘛。好似啊，唔系嘛？完全阿奶，但系深刻唔关事，即系老实讲就系一个唔关乎你有冇识唔识到朋友，即系就算你唔识到朋友，你都可能会有个电话，你屋企人都会联络你，除非你六亲不认嘅啫。系啊，我阿妈最初个电话都得我电话嘅啫，即系佢连基本嘅 common sense 都好似冇咗。即系佢想系搞到就系、是、非社会性嘅人呢班系个感觉就系话佢哋对佢想话对呢样咁嘅题材，哇！突然间觉得好新鲜，然后好似想去探讨，但系其实咧最后就会系柴娃娃咁样去过咗呢件事。唔系，我觉得佢系咧想有攞一啲社，好似阿常咁讲，又攞一啲社会题材，攞一啲嘢可能去即系又就攞一两点嚟反驳下。或者攞嚟即係搞下笑，例如佢嗰集唱卡拉 OK 咁樣，我唱卡拉 OK 有六個人份，我冇理由一定要自己一間房唱噶，我自己分開六間房唱都得㗎。即係佢係商業嘢咯，即係呢個係商業向問題嚟㗎嘛，大佬依樣嘢。即係佢係淨係，即係佢係想攞呢啲 point 嚟做，但係講真，同佢講話個主題，我啲朋友肯燒，其實冇乜關係㗎。其實呢個只係一個算死草嘅人嘅角度啫。唔係，即係我諗好多其實好多無論聽眾或者睇呢套嘢嘅人都會覺得話，你哋根本就已經係朋友嚟㗎啦。即只不過是叫做咩呢，佢哋唔識嘅。我哋應該作者冇寫明呢樣嘢話，同埋佢哋都冇叫做認知到呢樣嘢，所以呢個故事先可以繼續落去。佢繼續落去嘅原因係佢銷量啫。佢要繼續寫嚟賺錢咯。我覺得係咁。如果佢哋交咗朋友之後，覺得唔係你呢個問題，即係等於好，無論你話奶木版春香又好啊，我啲妹妹很我啲妹妹奶又這麼可愛。之類好就係佢有個死證就係佢某啲劇情話佢一定唔可以做，一做嘅話就故事完咗。係啦，就係分唔到勝負啊兩條女。界線啊，最終就話要去翻回帶，要去翻之前有少少進步，但係個進步咧，你喺下本裏邊分分鐘係一啲都睇唔到嘅。係㗎，冇㗎。或者你咪去一個死結都係講到例如似我哋妹妹鬧姐冇可愛啦咁樣樣，你哋兩個都好想講很少。係，我都想講我哋妹妹很少啊，成日寫嗰個係啦咁樣樣。繼續繼續。係啦，咁樣樣啦，即係。其實有啲類似兩方面咧，就係、是、佢一個講到就係有啲嘢一啲死結一定解唔開啦，同埋兩個去到就兩個故事一樣就去到俾兩女鬥爭嘅感覺咯。係啊，係啦，例如我啲妹妹小咁樣同賴啦、黑貓啦咁樣樣，呢一度就係玉啊、夜空啊。其實唔止嘅，其實你話如果我啲朋友很少呢套嘢裏面，其實李科其實都算係其中，即係嗰個叫做李科算係咩啊？算係都係爭仔嘅其中一員咯。算吧佢，但係其實咧，佢爭 double set 又係從好現實嘅角度去睇，就係、是、最有人氣嗰兩個色就係嗰兩個角色㗎啦，好多時候。即係固然啦，固然啦，係啦。其實去到嗰個地步嗰時，就係個作者係一定要靠依兩個角色，兩個不停。有時咧就踩一個角色台，就俾你一個角色上；有時咧就轉翻你一個，就轉翻啱相反，俾你一個角色跌落台，就俾一個角色上台。講到咁先，賺到兩派人氣，變曬教派咯。對，係呢個商業向嘅考慮啦。唔記得咗 number 啦，好似係第七卷佢。佢第七卷咧小説咧係有個限定版嘅，好似唔知綁啲 DVD 定乜嘅，但係個封面係夜空嚟嘅，普通版嘅封面係玉嚟嘅。咁大家諗到啦，佢逼你買曬兩本啫。即係你會見到好多商業考慮嘅，或者其實嗱，即原著小説其實我都有睇曬嘅，即係佢而家去到完嗰個位咧，即係十二集完嗰個位咧，其實套嘢就真係可以完嘅啦。因為叫做咩咧？個故事個 end point 就係小英揾到朋友啦嘛，佢揾到佢十年揾翻朋友，十年前唔見咗嗰個朋友啦嘛。嗯，即係其實。即係當然，佢嘅目的已經達成咗，已經揾到第一個朋友。當然你話哦，依然係好小朋友咁，係啊，但係佢最少有，佢有冇能力去擴闊，或者喺咁多本小説或者而家呢十二集裏面，佢有冇能力去擴闊到呢？唔係，其實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因為佢開頭講過嘅，與其一百個朋友俾一個真心嘅朋友嘛，咁咪得咗咯。咁呢一個 turning point 過咗之後，可以講嘅就係跟住玩呢個朋友以上情感戀愛咯。
唔係，同埋好奇怪，即係咧，你睇到第四五集開始，其實佢係不停攞唔同嘅題材嚟 loop 嘅咋。其實你只係話 loop 下，你都係嗰堆人自己玩啫嘛。即係個活動唔同咯。唔係應該話你應該咁講咧。其實大家會覺得 loop 嘅原因就係佢本身話就係話朋友嗰樣嘢，其實喺我哋即係觀眾嘅認知裏邊，你哋已經係朋友嚟㗎啦。即係你哋已經識咗朋友嘅情況之下，你哋再去 loop 朋友之間嘅遊戲。會發生嘅咩事？咁其實只不過叫做大家柴娃娃，睇你哋嘅生活趣事咁樣咯。同埋我講真，即係點解會有嗰個感覺呢？就係、是、都係嗰一句，佢真係冇好捉住交友呢個題材講好多其實。佢唔會真係好似咧之後咧就唔好見咧，係有好似第一集咁樣咧咁多咧會討論到關於交友話題嗰樣嘢。佢即係純粹做一個輪人部出嚟，跟住就搞一啲活動出嚟，跟住做啲笑點啊嗰啲咁樣嘅。或者買 service 係啦，咁所以咁先會咁嘅感覺啊，就係、是、覺得好似全部不停 loop 緊嗰啲橋。我記得小説好似好啲嘅，因為我小説定漫畫我唔記得，好似好啲嘅，因為動畫版咧就講到佢啲活動咧係即刻拎出嚟。就但係漫畫版就講到係，即係嗰啲活動係有原因先知，即係譬如交友。但係終歸嚟講，就算小説佢講嗰個內容都係，其實就算話佢有少少前因，所謂前因報出嚟啦、嗯，但係其實都只不過係好似好突發性，突然間我見到某樣嘢，都係夜空有個 order 落嚟。我突然間見到某樣嘢，好想去試，然後跟住咧就可能花多幾頁，甚至可能半篇嘅篇幅。去點樣去營造呢件事，去大家一齊去做呢個問題上，僅至於此，其實動畫唔做咗嘅情有可原，其實因為呢啲真係唔算係真係話去到太需要，所以就變咗，所以就變咗動畫嗰度就同即係佢原本嗰、那個即係輪人部交友呢個嘢就變咗有個脫節喺度咯。但係整體嚟講，就先我先不論你話角色受唔受歡迎，但係其實你話如果以故事個脈絡去講嘅話，其實依套嘢一開始已經俾咗個死位自己咧，其實佢係做唔落去嘅。而好似話去到而家就話佢有人氣，佢又要逼住做落去喎。即係我覺得有少少似咪似涼宮春日咁咯 ，SOS 團咁咯，跟住搞下搞下又唔知揀又要揾啲嘢去。涼宮春日佢有書包下喎，依套嘢佢包嗰啲係你包唔到㗎，你冇嘢包喎，你本本都包嗰啲啊嘛。嚇！你永遠都係講朋友嘅，咁你單咗去講 Mickey 嘅啫喎。係啊，你其實你講真，你一係就要要描繪最後就話夜空可唔可以改到性格咯？即係唯一改唔到，你改唔到性格，基本上冇嘢講嗰套嘢。套嘢裏邊其實所有角色都係非常之自我，就話我個人係咁㗎啦。你正嚟，你接受唔到係你嘅問題，唔關我事㗎喎。不過講真啦，又好現實一句，我唔知點解咁變咁突然，成日講現實嘢啊！就係依一個，如果夜空仔改性格嘅話，其實仲有冇咁人氣咧？有角色啊，真係要諗下啦。即係冇咗個屬性啊嘛。係啊，文屬性依樣嘢，即係雖然咧，我一直都讚賞一樣嘢，就係佢冇刻意地俾角色賣文，都冇刻意套落屬，唔算好刻意地套屬性，即係比一般 M 文富 J 嗰堆文劇啦，嗰啲嗰堆啦，即係比起其他嗰啲文戲劇咧，其實依套已經算比較好啲咧，就係、是、其實幾真實㗎。即係感覺就係你啲人，我唔覺得有個男人會突然間著到咁嘅樣喎、啊。我意思真實嘅意思係話，即係當然咧，我撇除嗰啲有一堆女喺圍喺身邊啊嗰啲嘢咁樣，但佢描寫角色出嚟咧，佢個手法係比較真啲，覺得係一個好真實嘅存在。我問你一個問題啊，你哋成日讀錯嗰兩個，即係我的朋友很少對我的妹妹那這麼可愛啊。兩個兩本嘢你咁講都唔算係好刻意賣萌。調翻轉你諗翻一樣嘢就是。我之前有同人討論過，你賣萌依樣嘢，萌你嘅出發點係咩先？你係一個。個人身體上或者某程度上有性挑逗性，即係譬如夜空，你睇 Wiki 都寫噶，第一句咩巨魚咁可能。咁但係問題，如果你去翻呢套嘢嗰陣，佢啲角色有冇一個好明顯嘅身體上呢啲咩具性意味嘅嘢咧？好多主導係性格上嘅嘢嚟嘅，所以佢根本上唔係一啲可以賣 service 啲嘢。其實佢只要做翻個日常，佢有翻個 event 出嚟，佢講到一啲佢個人特點向嘅嘢。咁其實已經係一個民族性嘅，即係毒舌咁，毒舌你有啲咩可以好明顯做出嚟咧？你唔需要夜空著泳衣噶嘛，同一個原因。所以講一個 point 出嚟，即係例如可能講 IS， 講即係講翻即係 IM 或者少少，即係 IS 啊，迷惘管家嗰啲、可能會比較多 service 向嘅嘢、因為佢緊身三張。係啊，相比之下，我啲朋友好似少好多依樣嘢嘅喎，係靠性格方面出發去賣文，唔係即係所謂嘅性角色個魅力啊嗰方面多啲咯。固然你話其實我覺得作者即都。叫做寫角色嗰方面，其實佢都唔算話因為會人氣方面而去將一啲角色話變得討好翻啲就，佢係咁黑人憎就係咁黑人憎嘅，即係好多時就係嗰個角色佢嗰個性格佢冇去到話一個，因為本身事件上都冇到令到佢哋做到一件事件會有絕大嘅轉變，
而佢哋真係保持佢哋性格去做某一樣嘢，而令到就係每個角色嘅性格都突出到。而當然你話喺動畫版裏面，無論你話聲優嘅加持又好，其實都原汁原味咁保留咗呢樣嘢嘅。嗯，不過作者都聰明嘅，好印象深刻咧，就係有啲橋段就係講到啦，即係夜空時刻畫玉啊咁樣啦，跟住玉咧就喊住咁跑走咗出去離人部啦。跟住咧嗰時記得佢卡拉 OK 嗰場啦，就係跟住夜空就話：好啦，咁我你改翻個真正嘅日時間啦，我哋唱卡拉 OK 咁樣。跟住咧就先吐槽佢：你惡魔嚟㗎！跟住話講笑啫，唔會咁嘅。即係其實咧，作者係好聰明地畫翻條界線出嚟咧，俾入翻啲都仲係會識收嘅，其實唔會太黑人憎嘅感覺，會有一種。但其實都略為黑人憎，即係我感覺上夜空其實喺十二集冇乜改變之餘，其實我都覺得其實佢冇朋友係抵死嘅。唔係你唔急啦，唔計第十，唔計第十二集，即係第十二集啲人話係咩嘅，特登為佢平反嘅第十二集係。咁真係好難嘅，即係一個角色，我真係覺得佢個性格係真係頗為惡劣。咁呢個我覺得就係本身你話係嗰個作者夠膽去將個角色變成佢咁樣，即係我覺得就係話一個。角色你要令到啲人鍾意佢係難，但係你要令到一個人討厭呢個角色，但係亦都會繼續睇落去，其實呢方面嘅技巧會更加難。嗯，討厭啊！你要討厭一個角色，但係你唔會因為討厭呢個角色而唔再睇呢套嘢，因為好多時好多人就話：喂，一見到呢個角色嘅劇情，分分鐘全部飛曬佢。我又唔覺得夜空好討厭。其實有時候有一啲極具角色嘅極具個性嘅角色先至可以攞到一啲人氣翻嚟嘅，即係又攞的我的妹妹鬧這麼可愛出嚟啦。想講錯啊！又想講啲妹妹很少啊，真係真係我的妹妹鬧這麼可愛啊，同賴啦咁樣樣。一個角色其實唔係討曬所有人嘅角色嚟，唔係一個。O K， 係有啲人我自己真係唔好中意嘅，亦都有啲人覺得好黑人憎㗎啦。但有啲人都好中意嘅喎。其實又係一啲劍走偏鋒嘅角色，咁先可以博到個人氣出嚟嘅，即係有個性嗰種感覺。其實啱嘅，即係睇翻而家咁動漫啦，有時候如果好多面面俱圓啊咁多嘅角色，反而未必冇性格，有時係咁嘅。其實唔係或者太完美，IS 過唔過咁？太完美嘅角色，你會覺得好抽離咯。其實厭倦咗㗎啦，好多時候我覺得而家啲讀者係厭倦咗太完美嘅角色㗎。不過我想問咧，即係除咗嗰兩個女主角之外咧，其他配角其實即係幫唔幫到手咧？感覺 setter 就 double setter 啦，有唔同屬性咯，有唔同。唔係李科真係李科，無論係聲優或者係本身故事裏邊都係超水準表現嚟㗎啦，實力爆燈，非常之喜歡。李科係哆啦 A 夢嘅角色嚟㗎嘛，布薩攞啲神奇道具俾你玩㗎嘛，趁多啲話題。唔係，因為其實咧，我覺得呢樣嘢我唔知佢會唔會有第二季啦。其實如果即係有第二季嘅話咧，我買個關啫，理科其實係一個好重要角色。其實應該話好多你之前嘅嘢咧，其實去到後面咧，你會知道就係、是、要靠佢抌劇情，唔係啲劇情出嚟啦，可以話。唔係應該話其實你會理科即係份人癲癲得得咁樣，其實但係其實佢喺癲癲得裏面嘅，佢知道好多嘢，而佢選擇去做呢個角色。即係呢個我諗日後就要睇，就話係第二季裏面睇下會希望我咧話俾翻多啲劇情，因為本身如果佢做翻呢樣嘢嘅話咧，其實可以挽回翻第一季裏面大家會覺得好無厘頭嘅情節嘅。反而我覺得阿南杏川就真係一個較為即係失望嘅角色，佢真係個演繹好少，我其實戲份唔多啊。我覺得可有可無嘅，即係南杏川。我知，即係我覺得係有樣嘢係即係佢可有可無嘅情況，就係話佢就係講話啲校園欺凌嗰啲嘢，咁其實。佢可以揾其中一個角色，只係佢出場俾人講過啫。跟住佢命聽住就一個女裝男嘅角色。係咯，我完全唔明佢其實真係冇乜用嘅，即係擺喺度嘅啫。佢真係擺喺度執下茶，同阿 Mikulu 嗰啲差唔多。即係你要知道呢個笨蛋出現召喚獸，獸就係一個梗嚟嘅。唔係，佢又唔似獸吉咁樣。唔係杏川個問題嘅，杏川最大個問題就係話，佢話啲人覺得佢拉人打。我嗱，首先喺個故事裏邊冇一秒鐘有人講過就係話佢因為佢呢個性格而唔想同佢做朋友。是冇做過呢個問題，或者係欺，唔好話做朋友，欺凌佢都唔夠膽，即係只不過係佢換衫嗰，就係有一幕佢換衫嗰下，啲人擰轉咗個頭，係咁多啫。咁佢自己又要著啲女裝泳衣，咁佢又係自己有問題啫，即係佢自己鍾意著女人衫啫，唔關人事，其實佢自己問題啫，我都覺得。不過佢呢個角色都係要等第二季啦，其實佢呢個問題都要等第二季啦，佢呢個問題都要係，因為佢第一季應該都係集中喺夜空同阿玉身上嘛。咁始終佢一開始鋪出嚟就係夜空嗰埋佢細個嗰時嗰條線噶嘛，都係。咁我哋講唔講嗰兩個落嚟？但係就其他角色就比較少啲咯。Maria 同 Kobato 同埋阿 Maria， 係啦。咁呢兩個其實純粹叫做賣文角色，真係賣文咯，真係賣文，即係純粹嗰啲啊。係啦，嗰啲啊。幾受歡迎㗎，其實依個
大家我真係好搞笑，就諗起又係嗰啲我啲妹妹乸仔冇可愛，我真係諗起黑貓，我見到個角色又係花生香菜，又係中二病，又加埋啲咁嘅嘢咁樣樣。中二病嗰個今日唔喺度，唉真係，係都要抽水㗎。係，我成日抽人水㗎。咁其實你話馬利亞角色其實應該叫，反而我覺得馬利亞角色幾得意喎。煙蛇嚟啫嘛，唔係佢成日俾個嘢我話。佢成日本來咧就似處即係好正義嗰方嚟嘅，但係就不正義，唔係，但係就俾夜空講到好似即係要跪曬地啊咁樣。佢係一個小學版嘅鳳凰院嚟喎，我覺得佢。夜空咪一段劇情就係話佢要揾嗰、那個佢每個社團都要揾一個咩顧問老師啊嘛。佢本來好似最正義，跟住話即係個理由好正確地話俾佢聽唔做噶嘛，跟住俾夜空講完一大輪之後，仲要跪地哀翻佢，你俾我做啊！反而你話其實本身Kobato 個角色可能會有發展空間，因為其實佢講到佢話佢好似佢自己班裏面佢自己都冇朋友嘅，但係馬利亞角色真係唔知佢想點。馬利亞係一個接喺間閣樓度嘅一個傻婆咯。因為其實你話論人部嘅，你話整體上每個角色都叫做話，因為佢哋性格嘅某啲問題，佢哋識唔到朋友 ，that's why 冇問題。但係馬利亞角色就反而喺依度就。個立場就比較尷尬咯。佢唔係倫人部嘅，即係佢要朋友啊嘛，佢係導師嚟啫嘛，顧問啫嘛，顧問啫嘛。唔係，我覺得有個原因嘅，可能因為咧，如果柯巴多擺咗喺度咧，你得個十歲靚妹喺度咧，你冇嘢，即係你嗰扎大人嚟噶嘛，可能冇乜對手戲，夾硬揾個揾個馬利亞，大家差唔多靚妹咁啊，大家一個話一個話Uncle 咁，另一個喺度鬧。反而我覺得係嘥咗角色。其實你話顧問嗰個角色嘅，我覺得話。佢未必真係話佢要好多朋友，但係可能佢係好可以好簡單去導出某啲嘢。其實老闆講，如果開頭我見到佢係用 Maria 做角色嘅，可能即係一個咁天真嘅角色，佢可能佢會講到啲係好單純，其實好多嘢話唔需要諗太多嘅嘢。我覺得反而可以做到點題效果，但係變相就而家就變咗係咧，同呢套嘢嘅風格好唔符合喎。但係如果你個講法嘅話，好怪。唔係咁，但係你如果你話故事要配合主題嘅話，我啲朋友很少，咁其實佢哋要交朋友嘅話。咁我覺得呢個應該係故事劇情裏面必須嘅嘢嚟。即係你反而應該出個係一個好似類似 leader 咁嘅角色，即係佢譬如傻傻更更咁，但係佢有好多朋友咁嘅咁嘅，即係感覺領導作者有用心鋪過交友呢樣嘢咯。講真，咁固然啦呢樣嘢。即係我只話點出呢套嘢，其實佢需要有呢個咁嘅角色。咁套嘢嘅話，個無論點係上，就算佢中間裏面佢搞咗幾多胡鬧嘅嘢都，其實可能佢就係需要最後加多一句，咁其實個故事就成立噶啦。其實就。系啦，咁啊，讲到呢度咁啊，不得不提就一定要讲声优噶啦。其实呢套嘢其实大家都系为听声优嘅啫。井上麻里奈同埋呢个井上麻里奈唔系理科，井上麻里奈系夜空，夜空系啦。伊藤加奈惠就系玉，系啦。讲声优，我以为你会讲理科嗰啲事嘅添。哦，理科系理科，梗系超出咗表现咯，都复原俾你今次系算系。我冇可能我自己冇乜点留意啦，但系其实咧咁多集，即系我睇咗卡拉 OK 嗰集啦。我跟住咧有一隻感覺咧，就係呢套嘢嘅小丁好冇力。嗯，呢套嘢係所謂野心嘅，佢想寫下想寫喜劇，想寫戀愛，想寫嗰啲嘢。未必想寫。係，但喜劇嗰度真係好冇力嘅，係寫得。即係佢俾咗好多梗出嚟咧，但係喜劇講都唔好。佢係例如嗰啲幫黑啊嗰啲嘢咧，即係佢想笑就即係會想搞笑嗰啲嘢，但係佢好多時候咧嗰種感覺咧就係好似銀魂嗰啲咧，佢搞好多。銀魂好好笑㗎，你係啦，重點就依度啦。銀魂係啦，嗱，重點就依度。銀魂好好笑啦，係咪先？黐線嘅梗係。銀魂點解咁好笑啊？因為有個吐槽角色喺度。嗯，其實呢度係爭咗一個咁嘅角色，俾我感覺係。本來應該係男主角。其實男主角有做到，但係佢啲吐槽係好無力。銀魂未曬，未必一定需要個吐槽角色嘅呢個。我哋遲啲如果講銀魂先講。但係銀魂係個不合理性，但係呢度班友咧做埋一啲係冇社會性，就未到不合理。嗱，我意思係點解銀魂咧？我話佢似咧，係因為佢好多時候咧，佢加咗啲好異想天開。是那些呢即是那些很奇怪的加入去之後呢、嗯、就是拿來搞笑的一組，其實這方面有些卡銀魂類似啦，即例如你在那些打 RPG game 的時候會有很多奇怪塞的東西塞進去那種感覺、嗯、即是找到吐槽指出那個地方的時候就會覺得好笑的東西，但很多時候就差了這方面。咁跟住講，點解會講依一度咧？就因為覺得其實咁最好笑咧，就哭完美麗喺度 universe 嗰一次，係嗰陣我緊本身都 OK 之餘，亦都係真係嗰個聲優演技好澎湃嗰下，睇個幾好笑啦，係啦，嗯，係啦，你阿玉嗰陣時真係話又要表演啲外賓嗰下咯，唔係係
講一啲 H game 嘅對白，之如此類嗰啲嘢，即係你要係突然之間轉嗰啲咩聖痕煉金士嗰啲。係啦，但我覺得動畫做得差啲，漫畫好。伊藤加老衞覺得唔夠味道咯，漫畫好。可能大家好期待一樣嘢，伊藤加老衞，哎呀，可以講呢啲嘢嗰時冇嘅位，但係嗰度講好少動畫，漫畫。但你話整體上你話通常都會係其實係整套有小裏面其實發揮位係依啲咯，即係你除咗要演繹嘅角色之餘，仲可能某時有啲要額外嘅演出演技嗰啲嘢，其實我覺得係反而係睇依兩邊咯，其實係，因為你本身你話角色性格嘅，其實佢哋做得到嘅，做得到嘅，即係因為始終個個都係奇奇怪怪咯，已經定咗型啊嘛，即係個性格方面都已經係出到嚟㗎啦，其實即係我唔理阿野空本身話，大家我諗第一集都有講過話把聲。好有違和感，好似好有違和感嗰個問題，但係聽多幾下都順㗎啦。我係去到第十二集，我都依然覺得係好奇怪把聲。好啊，冇覺得冇問題。我覺得係特，我唔明點解要嗰把低呢把咁。即係井上用呢把聲咧，即係點講？我覺得你佢可以揾第二個聲優去配咯，就甚至井上都唔係得呢把聲嘅。係啊，但係個問題佢依個係壓低把聲嗰種聲、我想問一問，可能是唔常用呢把聲。佢其實會唔會係因為佢之前佢即係細嗰陣時係以男仔嘅身份？但係大家要知道啊，可以配到少年嘅聲優係好多，但係第二就係、是。通常少年版同埋佢而家嗰個年紀係分開兩個人配嘅嘛，會係咁。其實呢度都係分開兩個人配嘅、少年版。大家如果你有啲嘢有聽翻開嘅話，我意思係角色設定嘅問題。因為我講埋井上買落去壓低把聲嗰陣咧，佢個變化係唔大嘅。咁所以其實你要做到嗰啲串啊夜空啊，唔係串啊玉嗰啲位咧、未必有嗰種撩心撩肺嘅感覺，未必出到咁勁咯。即係你只要覺得佢係一種。掘強同埋重語氣嗰種啊，未必有嗰種刁難嘅感覺出到嚟。係、我就想問一下睇過原作書嚟嘅，其實你覺得把聲嗰方面係有係咪原著方面俾個感覺應該唔係用呢種聲咧？唔係用呢種聲，佢原著裏面俾我感覺應該其實真係佢應該都同肉特質係一樣嘅，都係有啲高傲嘅，其實係都係有啲高傲少少嘅性格，即係唔會去到咁沉咯把聲係。但係佢係咪其實應該如果用到聲內嗰種類似嗰種聲線會好啲？唔係嗱，我覺得兩種嘅。星內嗰種叫大小姐嘅語氣，咁其實佢嗰種就叫做咩呢？佢即係叫做高傲咯，佢係即係好多嘢係好不屑，但係你話高嶺之花嗰啲，不屑嗰個感覺其實就算呢把沉聲都算做得到嘅，但係好多時就好似頭先阿 IM 所講嘅一啲感情嘅變化，真係出唔到嚟嘅，其實係出唔到嚟噶，即係你會覺得就係無論佢嬲又好，尷尬又好，佢嗰把聲其實係。你可能你唔睇個畫面嘅，你覺得係差唔多，你唔會感覺到有啲咩變化。即係你留意翻就得嘅，睇翻佢話咩發爛渣，佢講嘢即係我走啦，或者話佢轉下肉頭幾句。通常佢一開始嗰第一頭幾句一定壓低聲，你會見到就佢鬧人啦，佢發嬲啦，或者係佢揾即係佢卡拉 OK 一支弓嗰轉啦，嗰位啊，其實係差唔多嘅，即係佢幾種唔同嘅情緒。出嚟嘅聲嘅效果一樣嘅，即係所以可能大家唔覺嘅就係因為本身係個畫面令到大家會有個感覺就係、是、哦，佢應該而家係嬲緊嘅，佢而家係唔開心嘅，可能會俾依個咁嘅感覺。但係你如果你試下你就咁唔聽，你就咁聽翻把聲嘅話，其實你覺得係可個落差真係唔大，即係做唔到哆啦 A 梦 CD 喎，即係個情感表現唔到出嚟，係啦。咁啊，當然你話兩位其他嘅啦話。無論杏川啊、阿古巴圖啊，或者杏川表現機會好少，佢哋三個嘅表現機會其實都係好少嘅，其實係。羅莉聲就做翻到羅莉聲咯，其實我嗰兩個只可以話，係咯兩個配到羅莉聲嘅冇問題嘅都。係啊，一直都冇乜問題嘅呢兩樣。個 index 死啊嘛，大佬。一個 index， 一個黑貓。玩開中意嘅啦，已經冇問題。已經開始玩中意。花澤而家已經好犀利嘅呢方面。咁啊 ，Finally， 咁啊，大家最後有啲乜嘢講咧？對呢套嘢。啲女鬼有搽唇膏。佢畫到個口明顯啲啫，係啦，依個係幾得意嘅位嚟嘅，即係唔係好多動畫有。誒，搽唇膏嘅代表有冇意義咧？其實冇乜特別㗎，不過唔係應該話其實你見到好多即係我哋睇動畫嘅時候，其實好多時嘴咧都係可以 hea 得過就 hea， 因為比較麻煩。強調個口紅嘅。其實有個問題啊，而家動畫中唔畫格仔裙咧，我都奇怪。你一開始講過啦，有講。有格仔裙。唔係啊，開頭我哋話佢預算唔夠咩，畫好難畫畫，但係同季其他動畫都有格仔裙呢個問題，你覺得好嚴重嘅。格仔裙翻五年木啦，知你訂咗啦。唔係啦，即係呢個問題真係我諗我之前我喺 post 講嘅，即係佢同呢個
personal four 係即係佢哋女神移民屋四係啦，咁啊，因為其實佢哋真係經費出咗問題嘅，其實佢哋經費，但係咧其實真係好神奇就係、是、喺畫質嗰方面咧，其實佢比較真係側重於擺咗喺有少呢度嘅。哇！佢啲畫質你講起我又咩啊？因為你見到咧 P4 啲畫質咧係咧只要。佢係隔唔止隔一集，有時隔兩集咧，係真係全部歪曬嘅。嗱依樣我覺得許願我點啊？你挑起我條人啊！嗱P4 佢個感覺咧，你要見到兩種，第一兩種畫幅好唔同啦。P4 嗰種你可以話佢略走真實係嘅，同埋佢人物個面部輪廓咧，唔重嘅，同埋因為佢本身個比例咧，大家留意到兩個人嘅比例唔同啊，一個頭身比嘅，但係如果你睇有少咧。你會見到有時有啲位咧個頭可能大咗，有時可能個身就細咗、嗯，即係佢個身嘅身個身頭嗰個比例咧係會變化大啲。佢就個角度咯，就個角度咯。唔係啊，直情係唔合比例，即係變咗大頭 BB 咁啊！突然間有啲位係會，即係會有呢啲位出現咗㗎。咁但係 P4 咧，因為其實佢可能話有件衫嗰啲 balance 咧好啲，因為始終佢固有角色嗰幾件衫啊，依度啲角色就唔係，但係因為其實見到即係啲人都有啲人都會疑位嘅，就係其實好多時一啲就無論好似話阿李科講呢個跟抌嘅同人本嗰陣時候，即係你見到啲畫面喎，喂，其實你唔需要抌咁多錢去搞呢啲咁嘅嘢出嚟，即係你覺得話啲錢唔啲戰鬥嘅錢唔係應該擺喺 P4 度，而點解會擺咗喺有少度嘅咧？其實都正常嘅，從翻商業角度嚟睇就係其實依個大作嚟噶嘛，因為我話咗大作嘅意思係話佢係 M F 文庫 J E 間出版社大作，因為其實 M F 文庫 J 近年佢第一嘅喎銷量，係啊，其實近年真係好攻城略地噶嘛，佢近年即係你見到今年係排曬陣，就係由一月到 I S 嘅，到而家最後一個我啲朋友很少係排曬陣出嚟，好明顯係想間人出版社想即係大即係大搞自己大搞啦，佢 commit 呢方面佢都幾狼啊，係啊，之前如果你有留意嘅話，就係佢出埋報紙，登埋廣告噶嘛，依套嘢係，咁呢啲證明咗係倒抌本嘅，咁所以好正常嘅睇翻落去成本上，啲資源都撥曬落去，即係大家 AIC 啦，即係 persona 係 AIC， 依家嘢 AIC 係分社做，咁啲資源抌咗落去，有少就會此少俾獎都俾咗。但係嗱，補充翻另外一點先，都算係幫佢挽回少少嘢。有睇我一邊會知嘅，佢喺電視機表演佢阿玉即係阿星為玩 game 嗰度咧，佢有查過啲心思嘅，即係例如佢有一集咧。喺個電視機個位度咧，佢啲角色名啊，全部都係我啲蒙文啊、謝摩可嗰啲人名嚟嘅。當然啦，全部變曬片假名啦嚇。咁、佢有時佢啲畫又揾到唔同畫，即係佢會有用個心機去做咯。依啲位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第一你對啲 gap 又翻唔上去了解，或者你對佢鄰近嗰本類似定位嘅嘢啊，有啲知道啲名或者留意到咯。反而但係依一瞬間嘢佢下一刻心思喎。咁但係大家成日見到嗰啲畫咧。就應該有時候會歪嘅，玩力太啲係不遺餘力嘅，平板度一直都係，即係依個作者原作者一直係依方面。應該玩啲流行嘅嘢咯，佢係會玩。即係睇翻嗰個咩聖劍連造師咁樣樣，不過玩同社嘅依個係玩。你玩同社嘅呢個。不過實質而家我啲妹妹很少都變咗同社㗎啦，因為大家都係各處，唔係我啲妹妹少，我啲妹妹鬧這麼可愛，你變咗同社㗎啦，因為都講出嚟。因為 M 文富 J 都變咗各處集團。我覺得下次嗰啲佛 game 咧 ，game 包有機會中。邊啲佛 game 啊？妹嘅關於妹嗰啲。哦，有妹控你都唔使嘅。其實夜行者你咪好想嘗試下我嘅感覺咧，咁樣好啦，嚟咗題啦，繼續啦我哋。不過我想問一問咧，其實咧會唔會睇呢套嘢同睇 IS 嗰啲觀眾群係差唔多？唔同，差好遠。我覺得唔係好同喎。IS 佢唔係一部笑翻嚟噶嘛 ？IS 係。我哋啱講過，我哋係五個女，大家都係文系作，即係我冇未必後工作啦，大家都係文系作。ISK 嘅厚高啲，殺必死多啲。呢度殺唔係用嗰種風格咯，我諗呢度。你九嗰陣樣，你睇 IS 個 OVA， 五個女仔，三個低胸嘅。你有冇見嗰度啲人低胸啊？除咗泳衣之外，好定位好明顯出到嚟噶啦。同埋你會見到 IS 佢 DVD 修正咧，係會有嗰啲乜乜公開啊，乜乜公開啊，咁嗰啲性意味啲重啲嘅，依度就你唔會見，甚至嗰啲鏡頭本身都冇，根本冇嗰啲嘢。關咗啲事。唔係，其實之後我諗有報，因為你始終都見到有打光啊，成嗰啲嘢，其實你 DVD 出一定會有。但係冇嗰邊咁誇啦，嗰邊隻隻 DVD 都可以有嘅喎。唔係，其實喂，我覺得我深信有少裏邊而家隻隻 DVD 都一定會有喎。我咁死講喎，真係。你咁留意？我咁死講喂，大佬你淨係睇翻你。淨係睇打光位都知啦，依啲嘢。打光係咪理科嗰啲啊？依啲銷量必殺技嘅啫，依啲就。
一般啦、啊。所以我就懷疑會唔會即係大家可能即係有，即係大家睇完 ISC 又會唔會又有個咁嘅即係咁嘅傾向就話諗咯。我覺得籠統啲去講啦，佢啲人係會即係就咁純粹係單純睇角色咯。是因為即係話我鍾意呢個角色，或者話我覺得哇角色啊夠 sexy 啊夠乜嘢都深烤任何嘢，總之你俾到個理由自己佢就會就咁去睇。因為你見人哋討論呢，即係睇討論呢套作品都係討論夜空啊討論肉咁樣，佢角色方面比較主導高啲嘅。同埋調返轉啦，你話佢哋兩個個性質有啲似嘅，就係、是、喺個銷售方面，佢兩個出嗰陣就各自喺 Amazon 個 DVD 榜霸住頭嗰堆動畫嚟。咁呢個其實好正常啦，因為兩套係當季嘅算係人氣嘅作品，或者可以話普及度高嘅文藝作品，咁所以正常啊。唔係，或者你話即係可能帶咗一啲本身帶咗一啲嘅詞語出嚟啦，殘念係又好啊，或者係將一啲現實衝啊嗰啲啦，將一啲嘢突化嘅字眼，咁其實我諗我相信嘅我會即係你知道咗呢句嘢之後，你會就係我揾。尋根究底，究竟呢句嘢邊度嚟咧？跟住你就會想去睇翻究竟呢套嘢係點樣，即係哪怕你中唔中意，其實那個熱潮就係咁樣帶起啫嘛。其實係，咁都 catch 到嘅。現實衝呢個即係日本都流行啦，一年。啊，佢係呢個女高中生流行語嘅第一位，冇錯。絕對睇翻個訪問啊，嗰位工作嘅大叔，絕對係一個經典嚟嘅。咁啊，最後翻落嚟啊，咁啊 ，OP 就電波歌啦。其實 OP 就兩首都唔掂。第二首唔係呢啲都真係唔掂嘅，呢啲佢想做到好唔掂，叫做咩啊？搞 band 嗰啲咯，搞 band band 歌啦，係啦，你可以話係。但係個問題你要鄭尚文本身壓低咗把聲，係已經掂唔到嘢嘅，仲要你叫佢唱歌，你玩啊？佢唱佢扯啲歌比我勉強啲咯，扯得上，扯上扯得勉強啲。如果大家有留意係咯 ，K On 噶嘛，其實呢個作曲家嗰、那個 Tom Pack 嗰個，你叫佢變翻戰場女武神、麵包女嗰把聲去唱咧，咁就真係可以唱到歌嘅、嗯。你叫佢用壓低把聲、把聲嚟唱咧，咁就算啦，叫佢讀歌詞啦、嗯，不如。Open 嚟比較偏係電波啦 ，Ending 佢想做翻嗰種感覺，但係其實大家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咧 ，K On 咧 Ending 咧其實唔係翻 Tom Pack 嗰陣作嘅。嗯、即係第二個人作嘅，我有啲感覺咧，即係俾我感覺係有啲模仿緊 KO 嗰種歌嘅感覺，但係做唔到咯。或者咁講咧，純粹咯。而家其實現今即係自從KO 又好，即係開始就係做一啲叫做打 band 啊、band 歌啊、打歌嗰類型嘅。調翻轉啦，應該話可以話係佢想 CD 方面好賣啲嘅。咁、呢方面而家角色 CD 不嬲都係主要收入來源之一嚟噶嘛，咁呢個我覺得就情有可原嘅，其實係。咁但係佢 CD 方面當然絕對打唔贏 KO 啦。冇得打啦，呢個冇得打嘅講真。咁啊，有少就去到呢度啊，咁我哋就去下一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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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